日前工作室晒出一组梁洁最新写真美照，照片中她身穿浅色毛呢套装搭配精致妆容，整体 look 铁裤感爆棚。梁洁的这件上衣就是很好的示范，大方领短款是一突出的女人味特征，用精细的剪裁展现女性杨柳细腰的迷人身姿，低领口的设计将完美肩颈线凸显出来，给人营造出轻盈氛围感，透露着满满的妩媚魅力，更显女人味。泡泡袖设计可以遮盖住女生的白白肉，在视觉上更加显瘦显气质，而且上衣短款的设计将她的小蛮腰也展露无遗，曼妙的身姿配上这身造型可以说是风情万种，美艳动人至极。下身搭配同色系半身裙，没有什么过多的设计，会让复古感更加突出一些，高腰的设计搭配包臀，让裙装的韵味深邃却很显身材，整身穿搭为造型增加了更多的可爱与甜美的气质，让女神风采无处可藏，整个风格看上去更加有名媛风采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